看这水多深，到这啊那边偷一偷啊，透一透。这个慈宁宫这里看水有多深，哎呀，这要带着泳衣可以游泳了，这里可以游泳。看一看这边的水，这岱阳水库有点危险呐，这么大水，我的天哪！看这水，没见过这么大。啊，啥都有啊。桥冲塌了，卢沟桥这儿，桥上还有车呢。像一条河或者一个沟，其实这是泾江湖的停车场入口，都成这样了，都淹成这样了。北京房山大石河的水已经到路面了。您没看错，这里是北京，北京门头沟。这个雨，这绝对是山洪。听这声儿啊，你们实况转播，这村的水。进院了。
个挡风玻璃全碎，这整个挤在这儿的东西，来水来了，冲的把挡风玻璃都冲碎了。去找车了，我们家车不知道冲哪去了，这边的那个路上的车全冲没了。哎呀，这家伙真是你要是快点的话，咱连车带人都飞出去了，命都没了，还要啥钱呢？还要啥时间呢？咱现在都稳稳的着地，这是最好的了。飞机让你在上面也害怕了呀。你现在咱看走着，这山坡，要不彻底滑坡了，或者说泥石流的话，你不怕吗？哎，天哪！你们到抖音上搜搜，看看现在阳泉是啥情况，全都发大水了，水都全淹了。两碗方便面吃。咱们铁路一直秉承的就是人民至上，生命至上。我刚才下去的时候，我特别有感触。塌方的两处，我们走了七八百米，把这些东西给大家运回来。千万不要拥挤，千万不要拥挤，哪怕咱们吃不上饭，一会儿就好，好不好？饭也是一会儿免费给大家的，千万不要拥挤，听到没？听没听懂？拿上方便面的时候往过走啊！我是一个女人，我也是一个别人家的孩子，我就是因为穿了这身衣服，